Tira a goma aí.大鱼呢？18斤，43条。多大鱼呢？18斤，44条的。这是什么鱼？那是鲶鱼，17斤。鲫鱼？我拿的是鲫鱼。3条25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包好了，别着急。这草鱼18斤。这鱼真火。大鱼没有，没有海鱼，都是淡水鱼。上边这层不敢包你。没法说，个人吃饭的人是1500。留不了，你放心，大嘴搁点汤，小的不搁了。这是草鱼刺炒。他这活他麻烦，不像别的要拿就走。来一条那个，别着急，一份份的，来70这个。来俩。哦，那就来俩。哥，这活麻烦，搁这又搁那个的。我调这个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别着急，一份份的啊。买他们这羊杂费，买完了就扔扔袋儿，就到家了上。出俩摊儿，我也买两个。家里想吃的，来45的那个，来这是什么？来往前找去。还是给他买这个。咱家这一般都是18斤重的，别着急，一样的，我都给你多少。咱家那我再买一包，15。这都回头客，80%都是回头客。草鱼18斤，来15的那个，我给我准备钱啊，咱们是不是得等着谁？大点小点的，多吃两口的事儿。18斤鱼，30块钱。18，来俩这个。他这个不是虾头去尾了吗？耽搁了。要来这么一条？对，来这么一条。他这个他就喜人们喜欢，他没头，他都不爱吃头。这是鲶鱼。公司生活49元。草鱼18斤，鲈鱼、鲤鱼和鲫鱼。
凉不凉？这鲈鱼，价格是鲈鱼，鲈鱼是一个四三八肉。鲈鱼不是海鱼吗？大鲈啊，大水鲈，这不是海鲈。我那是草鱼，十八一斤。你这一早晨你还真忙，你忙活。你老伴儿呢？他去别处了，不俩趟。哥，你这赚钱没够啊你。你挣钱没够。来四十九的那个，哎，你给我来10块钱那小鱼吧。好嘞，嗯，要肚子的吧，上回买那个太干不好吃，要个带肚子的。这是带肚子。这个。那回不带肚子，那太干了，不好吃。那是你不爱吃呢。嗯，也有。那天肉厚。啊，对，肉厚。那要带肚子。他那肉发紫，27。没肚子的那肉发紫。我那也上回买男的吃完，这是给我们老太太买。你家连着这鱼就玩去了，你不能买。这玩意谁弄？怎么说俩摊不比一个摊面多吗？是吧？行，27，给我来10块钱那个。